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是4月17。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喂，这位佛友，你打通了，你听得见台长声音吗？喂。哎，你看看，你要听的呀，你打电话要听的呀。喂，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师傅、哎、你们怎么这么懒？讲吧，快讲吧。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也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嗯，请师傅看一位师兄的莲花，他的弟子编号是2512。嗯，你在啊。嗯，不是太好啊，我跟你讲啊，不是太好啊。嗯，喂，2512。对呀、啊，不是太好，在天上不是太好，明白吗？哦，嗯，好吗？师傅啊，这位师兄，你能帮他看一下吗？他是1973年的牛，他能够接到。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还有师父法师的信息。因为现在末法时期很多菩萨都来，有的时候呢说很多的佛言佛语啦、啊，就是关照我们很多的孩子啊，能够精进努力啊，包括师父有时候也会给大家做些开示啊，这个很正常的。你叫他发到我们东方电台来，正能量的，应该都是菩萨的，好吗？师傅啊、哎，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讲。就是说以前的话，你是把这个事情、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我师傅的，因为不要让人家说师傅好像是功高我慢了什么东西，不要讲，好吧？你发过来寄给一个叫那我们的毛秘书好了，寄给毛秘书。毛秘书对吧？你写给他。毛秘书专就是说专收发邮件，直接发到那个秘书处、你就写毛秘书专收好了，好吧？好吧，因为我们会给你告诉你的，他接到的是哪位菩萨，有师父，很多人都看到了，都有的，你明白吗？因为你如果在广播里讲的话呢，第一呢。万一是的话当然没问题，万一不是的话他以后到处去讲也对他自己也不好，对法门也不好。通灵人呢到处都有，明白吗？但是看哪些人跟他沟通，这是最重要的，明白了吗？就是对师兄他就是。有人在诽谤他，因为他一心弘法的人、他在用心弘扬对呀、白花佛法、他如果是正能量的菩萨在他身上那肯定是好事，但是叫他不要炫耀，因为一炫耀的话呢慢慢慢慢如果菩萨不来的话就会有其他的那个通灵的一些灵性就会上升，然后呢、他如果、因为过去有很多人们就是这样灵异上升，他就自以为是了，接下来嘛就闯祸了呀，明白了吗？他是没有炫耀，他就是用这个来帮助很多的人，来救度很多的师兄。来指导他们，要记住了，更好能够修。你记住了，首先你觉得你在帮助别人，你说哪一个人把人家帮错了，都觉得他没在帮助别人？我问你啊。你知道有多少人走偏差都觉得自己在帮助别人，越帮越忙有吗？帮错了有吗？大家都围住他，这叫没炫耀？大家都问他，这不叫有炫耀？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他没有这样子，他很低调的，就是要低调一点，就是有什么事情要经过师父这里的验证啦，然后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
不是菩萨的话，那你乱放出去的话，你是不是在误导众生啦？我问你啊，对不对啊？嗯。你有师父的，你就不要自己乱来呀、啊，对不对啊？啊。嗯。好吧，你要懂事情的，因为你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哎呀，我没有啊，我没有练财啊，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东西，功高我慢啊，啊，名闻利扬呢、啊、都是对他的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回报，可能他就会时间长了他就会慢慢会丢失自己的本性的。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不要乱看，就这个道理。没那个功德，没那个功力啊，你救不了很多人的、啊。好了，不要浪费别人太多时间了，好吧，你要问什么赶快问吧。好吧、师傅，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师兄，他就是之前的话，就是他有过造过大口业的，就说诽谤谤佛了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就是没有怎么忏悔，然后他现在就是到处摘法布施，这样的话他这个法布施的气场会好吗？我们可以讲他吗？不很难的，他这种诽谤的话一定要下地狱的。我问你、啊、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好、你要记住了、你今天做过错一件，你今天车子把人家压死了，你说我现在拼命做好事，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我做义工，你说你哪一天被人家做警察抓到，你是曾经压死过人，你抓进去不抓进去了？就是，但是问题是很多师兄他不是太清楚吧，就是说 他自己不清楚。我问你，不清楚抓进去，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犯什么罪的，最后法庭一宣判他才知道自己犯罪了呀。不知道并不代表你是没罪呀，这点你同意不同意了？嗯，这个我知道师父。好了，师父，现在我想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很多师兄都在转发他做的法布施，这样的师兄们会不会有影响？肯定的呀。我问你、一个带有业障的人，他做法布施只能他自己做，他不能拥有任何的什么去，好像我还在做什么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低调了，应该好好念念经，消自己的业了。你诽谤过菩萨了，你还有什么权利？还有什么权利做法布施啊？我问你呀、你是杀过人的人，你还劝人家不要杀人啊？你骂过你爸爸妈妈的话，你还要叫人家不要对你爸爸妈妈好一点啊？你可以有悔改的余地，但是你不如人家一个干净的人，你听不懂啊？是啊，他不但谤佛，他还忤逆父母呢。好了，是就是、你现在知道了吗？这种人气场会好不啦？你告诉我呀。是不喊我打开他的连接，我就会头晕了。你知道吗？就好了。所以很多师兄不知道，就是帮他在转发。就是师父，我想问你，那这就是很简单，这就很简单，就是很多师兄不懂。你转发了之后，你就帮他背业呀，就这么简单了。听懂了，师父。你要记住一句话，普佛经里面有一句话，邪人说正法，正法也邪呀。嗯。听不懂啊？听懂，师父。好了。嗯，师父，那我能在电台里面把他做的这个做出来吗？网站的名称。我觉得你不要在电台里讲，因为师父在这里。我因为不了解你。这个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你说的这情况是不是属实，如果属实的话你当然可以自己站出来，如果不属实，我变成师父变成误导别人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情你不要在电台里讲，你觉得应该跟秘书处联系你就跟秘书处联系，然后把秘书处给你的这种信你去自己去转发给别人看不就得了吗？其实我已经发到东方台了，但他的回复不是师父说的这样子的。那我们要做调查的，你可以重新再写呀、写了之后你把这个情况，因为你一个人的观点是一个人观点，人家如果你现在今天把你说的是正的，你说如果你觉得你这样讲的是对的，那么我们调查的要，如果人家是没有，人家受冤枉了呢，因为我怎么来判断你是正确的呢？对不对啊？听懂了，师父。因为任何一个人对人家都要负责，如果人家在弘法，人家在弘扬佛法，如果人家没有这种事情，
你或者你听到道听途说，或者你把人家误解了，听到别人讲了，你说说看，你如果把人家这么讲的话，嗯，你不是在你也你不是也在绑佛啊？你不是阻止人家在弘扬佛法？所以这些事情你现在不要在这里讲。听懂了，师傅，那我不说了。你没有智慧，就是你辨别不出，对不对呀？个人业障，个人背，个人因果，个人自己了，对不对呀？你死盯着他，说明你也有问题啊。很多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在不了解事情之前，千万不要随便讲，讲了你就犯造口业，明白了吗？嗯。好了。挂掉吧，你现在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他对人家的啊不好也好，你要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平衡，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观点就可以说你是正的或者别人是错的，对不对啊？我们要调查的，我们做事情要平衡的，写给东方电台的人多呢，这个十几个人说他好。还有几十个人说他不好，你说他好的人和说他不好的人怎么办？你来处理呀。我们学佛是靠智慧的，对不对呀？好了，你要不开心的话，你就不开心吧，就是说明你智慧还不开，听得懂吗？嗯。师父跟你讲了，你都要愣半天，想半天。你先执行后理解，你可以把情况全部汇报。汇报之后我们来处理，就这么简单了。好的，感恩师父。啊，你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带在人间，因为你肯定的嘛，你现在跟他两个人肯定有其他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么觉得他不好的话，肯定你也是带有一定的倾向性的呀，所以要平衡，然后我们要了解，不是这么简单的。世界上任何事情，人家写封信来，我们马上就去骂人家。不可能的吧，要调查一下吧。嗯，好了，好吧，我再再跟你说，感谢师父，你跟毛秘书联系就可以了。好了，好的，啊，好的，再见，感恩师傅。嗯，我自己念章自己背，感恩师傅。嗯，好。哎，你讲吧，对不起。师傅。哎，请讲。师傅。嗯。弟子向你请安。谢谢。嗯。请讲。师傅，帮我看看一个64年属龙的。他是事业，64年属龙的是吧？嗯。啊，对，谢谢师傅，感恩师傅，终于打通了。男的，女的？男的。哎呦。他说什么都不好啊，不好啊，嗯。他现在免疫系统出毛病了，肝呀、啊，肝也不舒服啊，那个肾脏也不好啊。那怎么办，师傅？怎么办？你去问问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杀业太重啊！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都有报应期的，他的报应期到了，你不知道啊？他现在是事业一塌糊涂，师傅。不是事业的问题了，他的身体也一塌糊涂啊！明白了吗？一塌糊涂。你自己问问他。你自己问问他看，他在外面有女人的时候，他想到你的哭不啦？还要我讲啊？他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杀业的事情，他自己还有什么话好讲啊？你替他背啊，你哭得来这个样子，你救得了他不啦？他过去好的时候，他生意做得好的时候，你劝他，他会听不啦？你告诉我呀。现在应该怎么办，师父？念经啦，只有靠菩萨念经啦，没有啦。念经，除了念经还是念经，要求菩萨保佑，那么就许愿、放生、念经，这三大法宝呀。他要多少上下方式，师父？我可以告诉你，非常倒霉的他很多的关他都过不来。嗯，对对，师父讲的没错。嗯，真的。告诉你，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我告诉你，对，现在他正在家里靠他一个人做，靠他一个人做，这就是问题的呀。
那自己们又不好好努力，你们们就是，哎，多求求菩萨吧，你自己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些。一些东西可以变卖的呀，你们要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时间，要卖掉一些物业，听得懂吧？那师傅，我们帮我看看这边家要不要卖掉？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说要不要卖掉了？因为你这个关如果不卖物业，你过不去，听不懂啊？明白。师傅帮我看佛台，64年属龙的。菩萨有来吗？菩萨都没来，怪不得呢。菩萨没来。你们家里到底烧什么东西啊？平时还吃荤的？我和他都是吃素了几夜，只有他的妈妈吃荤的。跟你们住在一起？对，我只有打包给他吃。哎，麻烦。就是他妈妈，他妈妈这个命非常硬，要克人的。对对，他妈妈不但克你呀、啊、还克儿子啊。嗯，我现在看到他妈妈，你们家里嘛全是那种红肉啊，非常糟糕的，就是那种红肉啊，哎，像烧那种 BBQ 肉一样的，吓死人了。喂，听得懂吗？这不该怎么，师父该怎么办？现在念往生咒啊！好，不要去帮他妈求了。没有，我不敢跟他妈妈求了。你求了，你没有能量的。我可以告诉你，个人的业障自己背了。对，师父。他妈妈现在就影响他孩子的生意啊，听不懂啊？对，现在主张么大的不得了。他妈妈女儿又不要他。我们做子女的，我做媳妇，我不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很简单了，你尽随缘嘛就好了嘛，随这个缘分嘛，对不对呀？啊，对。他不好，你不要去理他，但是该尽的孝，你还是要尽孝的嘛，对不对呀？我只有尽个孝。但是你要跟菩萨讲的，你说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把他名字报出来。你马上就不会天天哭哭啼啼了，你再这样的话你们家都要崩溃了，听得懂吗？师父，现在他跟他朋友做这个生意可不可以？现在没什么好生意。64年属龙。不行啊，现在不好，嗯，各方面都不好，叫他好好求菩萨吧，求一个生意吧，好吧，求一个生意。嗯，好，师父，让他还是靠自己，靠自己吧。嗯，千万不要搞那种投机取巧的生意，会害了他的。已经害了好多次了，师父。哎，麻烦了。哎，还好了，当心点了，没卖老婆就好了。你再这样下去，怎么卖老婆了？我跟你讲。师父该怎么办？好好的念经啦，求求菩萨了。我告诉你，任何老公糊涂自己苦的话，就是因为菩萨不来呀、啊。菩萨不来的话，家里必定有业障啊，明白了吗？那我现在要重新开关过吗？还是怎么再求？你求呀，求菩萨来嘛就好了。你重新开关也可以的呀。你开关不是你给菩萨开关，你是把菩萨请过来，听得懂吗？明白。念108张小房子。108张是家里的要经者对吗？不是家里的要经者，你老公49张，你自己的要经者49张，其他的剩下来给家里。嗯，好的。好吧。明白。嗯，明白。感动。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这个命就完蛋了。我告诉你，这命苦命鬼。明白。真的，你一辈子就眼泪泡饭吧，真的，根本不能活了。是啊，你要记住了，不能活也不是你一个人的。现在这个世界，你看看这么多的天灾，你说说看，有几个人能够活得好的？你自己要坚强一点，为了孩子也得活啊。
听得懂吗？对对。啊，你不能不能这么自私的，求菩萨，饭总有吃啊。再说自己家里还有点物业，就可以卖卖掉了，明白了吗？明白。家里的这个那个有的长辈是来讨债的，你不知道啊？不把你们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哭了也不会好啊，你念经才会好，你哭了有什么用啦？明白。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再见。师父帮我开个莲花，我自己的二四三二有在天上吗？在啊，你莲花还在，所以你死不了的。那我什么颜色的莲花？还颜色了，颜色都暗淡了。你帮你老公自己背了太多了，你把了太多的功德给他了。哎呀，我讲啊，对对对，对了，你现在没功德，你所以你根本自己都要快活不下去了。你功德全给光了，你老公又不是很精进努力的一个人。对对。好了，这个你自己咎由自取了，你愿意给的，我这个是随缘了。好好的自己吧，你有条命，你还能让孩子活着。好了，师父，保住自己，先保住自己，听得懂吗？才能救别人，自己都保证不了，怎么救别人呢？好了，再见了。明白，师父。再见。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师父好。啊。弟子给师父请安。请师父看一个82年属鸡的。选名字。第一个对，第一个叫吴佩红，第二个叫吴真迪。鸡八二年属鸡的。对，82年年头的，所以是属鸡的。对。吴佩红。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叫吴真迪。真是三点水贞洁的贞，然后迪是启迪的迪。三点水一个贞洁的贞啊。没这个字吧，三点水一个侦查的侦啊。不是侦查的侦，就是那个贞贞洁那个贞。对呀、上面像贞洁的贞嘛，上面虎呀。一个贝啊，宝贝的贝啊。哦。你不是这个字了，你没讲错，你没讲清楚啊。贞洁的贞不是这个贞啊，贞洁烈女的贞是上面一个上海的上，下面一个宝贝的贝啊。对对对，就是那个。那么有三点水的，怎么会有三点水啊？好像是有。有这个字的，三点水一个侦查，侦查少一个，等于一个边上一个单立人，单立人拿掉变成三点水啊，侦察兵的侦啊。对。有这个字的。我不知道。无侦。好像有。还有个什么字啊？洗涤的涤。洗涤的涤啊。三点水一个一条两条的条啊。啊，洗涤的涤嘛，就是三点水一个条件的条呀。你赶快去找。不是洗涤，对不起。你赶快去找你的找你的中文老师了。什么叫对不起，是启迪的迪。一个油下面一个走字边旁是不啦？对对对。找找你中文老师，好好补补课。是是是，对对对，对不起，师傅。这个后面那个吴征迪吧，这个对他学佛修心弘法会有利一点，是吗？对呀、没有人跟他争、好的，没有敌人，夜莺都好的。好的，有的人名字不好，姓吴的话你都要反的，你说发财吴发财不发财，对不对啊？对，这名字好难改，姓吴很难改的，你吴征敌的话就这个人没有敌人，也没有人跟他争，英至少是这样。
对不对啊？哦，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能不能看一下他的莲花还在不在？地址号是27305。男的女的？女的。27305啊？对。27305。嗯，不好啊，哎，不好啊，嗯，莲花都掉下来了，嗯，已经掉下来了，没了，嗯，是不是刚种上去不久就掉了？那时候他就挺担心的，因为种都没种上去，没种上去啊，是不是业障太重？他不是业障太重啊，他念了吧啦，他自己念名字了吧啦？有啊，有念。念了想不想啦？想。哦，那是你问他，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在这个拜师之后的六个月左右，他做过一件事情，做过一件事情伤害别人了。嗯，他有没有劝人家离婚啦？没有。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你叫他问问看，你不要问了，你自己叫他查一下，好好的念礼佛。哦，听不懂啊？听得懂。那他现在除了念礼佛还应该怎么办呢？师父，念礼佛就是消业，你不消业他一辈子都不顺利。你看看他，如果莲花没有的话，碰到劫，那过不去就死了，听不懂啊？明白明白。好好的修啦，嘴巴嘛不要乱讲话，脾气嘛不要乱发。嗯。跟人家吵架，跟自己家里的男人吵架，吵到后来男人乱讲话，算到他的业上。啊，对对，是的。好了，还要我提醒你啊。嗯，明白了吗？那是不是因为他跟他先生的事情，所以莲花没种上啊？不知道，反正讲话讲过头了呀。明白了吗？哦，好了。明白。好了好了。好的好的。好。哦，感恩师父。再见再见。嗯，感恩师父。好好忏悔，好好忏悔。嗯。嗯，好的好的。喂，你好。喂，你好，师父。哎，请讲。啊，师傅，请看，因为64年的龙女的今年56岁，结过了吗？64年属龙的。啊，64年属龙的女的。56岁是吧？对对对，她的结过了吗？嗯，基本上过了，还有一个小结，嗯。哦，好，明白。医生说她有柱底筋膜炎，就是左脚板那边痛。嗯。这个有关系吗？看一下啊。嗯，哦，他的前世有踢过一个猫，也不知道是狗，一脚把他踢死了。嗯，不，张晨对这个他需要多少张小方子呢？哎，要17张。嗯。哦，好，这样身上有没有打胎孩子啊？超度走了吗？身上有属什么？再讲一遍。64年的龙女的。哦，还有一个很快就没了。嗯，哦，可能就是说打胎的孩子啊，上去要多少张啊？上去了，把它超度就蛮好了。哦，明白，我的意思说啊，超度投人，这个，12张。12张啊。好，师傅，他莲花3098，在2013年拜师的。3098。啊，九八，对对对，在上面，在上面。白色吗？很亮啊，很好啊。很亮啊，这他功德做很多。但，啊，他业障比例是多少呢？23。23啊，这样好。嗯，师傅，他是属龙的，他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啊？属龙是吧？嗯。对，64年的龙。白龙，嗯。白龙啊，这样好。师傅，他可以看他家佛台吗？64年的龙。佛台还可以啊，菩萨来过吗 ？OK， 好，
师傅看一个亡人啊，张荣强，就是工厂张，光荣的荣，强壮的强，是鼻咽癌往生的，今年一月往生的男的。张荣。工厂张，张荣强。吉祥的祥是吧？啊，张啊，荣是光荣的荣，强壮的强。阿修罗。阿修罗啊，哦，他念的小房子有收到吗？他自己生前自己念的1200张。收到，他主要问题，他主要问题，脾气不好啊。他在人间的时候，他造了很多业啊。哦，明白，明白，明白。像阿修罗还需要多少张啊？最好再给他念个86张，还能上去点。现在好像在阿修罗的整个的左面，就是在他的。刚刚进来的这个好像像南面，阿修罗道的南面这个地方。好，明白。南部。师傅看一朵莲，好好，师傅看一朵莲花可以吗？23956，23956，女的。哦，年纪蛮大了，中年妇女，她是85岁，大约是30多岁吧，是属牛的。85年，85年30多岁。啊，85年，1985年属牛的。30多，要6、7岁了吧？36、7岁啊。应该是差不多。23956，莲花在吗？颜色方面。他身上，他莲花已经被人家拉下来了。就是掉下来了。对呀、啊，他身上有个老太呀、啊，他帮人家求啊，OK， 这是我刚刚前面看到的那个女的。哦，明白。江师傅他是属牛的，85年，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呢？28。28。师傅他一直有在渡人呢，但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啊？你叫他不渡人好了，不渡人死得更快。你叫他现在赶快要好好努力啊！他上次有个劫，你去问问他看。好，有一个很大的劫差点过不来，就是菩萨，因为他渡人，菩萨保佑他的。在2月份的时候，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去年。好，明白。好了。那感恩师傅啊，师傅，请你保重，感恩您，感恩您。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